情就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去，还是要希望有一个好的外国人在台湾的咨询委员会。因为我觉得委员不是不关心，可是我觉得以他们的角色是他们是台湾人，可是他们有时候都不太知道我们的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刚姐妹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嘉义县虽然18个乡镇，可是新住民中心只有2个，一个是六甲，一个是在鹿场，所以然后我们带上去的地方就是民雄大林比较没有中心，所以大家比较需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姐妹也需要成长，然后就是一个教育的中心，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有一个中心教育小孩，然后办活动因为现在我们办活动非常难，因为我们没有成立团体，所以我们要找场地不是每个人支持我们的，除非你要钱大家才会给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因为姐妹刚刚有提到的，我们在台湾不是不会吵架的，那我们吵架的时候临时怎么办？我们要去哪里？要当流浪吗？要当流浪人家说那我外配跑掉了，他是不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中心，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度过那几天的困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姐妹在一些心机很低的希望我委员之后能够是协助我们可以就是帮助我们是县长候选人好之后的话县长好不好也是帮助我们这一点，要提升这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在姐妹在希望在嘉义当地可以有一个果菜市场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吃这边的蔬菜。好，大家谈到一个，我认同你们这里面提了很多，我都认同可是我觉得不要成为什么外国人咨询委员会，你应该成立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为什么叫外国人呢？外国人就有内外之分，不好，所以我们要叫国际。然后一个多国的一个文化中心，我认为也是改成国际。另外呢，这个大家谈到公司的问题，各位，你知道我住在铺子嘉普路西段17号吗？我那个社区的大楼，你知道他一天从早忙到晚，一天赚多少钱吗？你要不要猜那个丽丽猜猜看，一天赚多少钱？男的，一天，猜看看，他一个月薪资多少钱？丽丽做什么工作？守卫警卫员。警卫员大概一天700-800吧。一个月，我说一个月。一个月20000多吧。17000。Bingo，多一点，18000。台湾人一个月也算18000啊，所以不只是外籍的问题，不只是多元问题，这整个嘉义县市的问题。嘉义县市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农业县，所以它的产业结构根本没有这个所谓的工厂。所以刚刚我大概看了一下你们的建议第一点，我想有关整体上要去做，为大家做一个解决。将来在嘉义县政府，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就是在民政处里面。类似要设置一个类似像联名会或者是我们的这一些新移民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专属的一个科，负责我们所有新住民的相关的问题，不管是你们的薪资的问题，不管你是你们生活上的问题，甚至于是你们的这一些面对的求学或者是各方面的福利的问题，这个科他是专责这一方面的。如果成立这样的一个科来负责我们所有新住民的这一个业务，我想将来可以把各位所面临的或者你们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做一个整体的彻底的一个解决，让嘉义县政府专门来为大家解决大家的困难，好不好？起来吧，我们就立起来，立起来，这样好不好？对，那如果说您要同意哪组，您就是帮忙打勾这样。对。这个那跟我刚刚跟谈过了嘛？是。就是刚刚那些内容。对。这个叫合法，这个有些它有规定。对。这个我们只要合法的话，我们是没错。那您当中的我等着去吸口态度一定要和谐。你既然邀请我来座谈，我对你们的主办单位的态度我有意见，所以我要来撤回所有的承诺。对，哎呀，他先来，那要那。
最晚是21号要来。21号 ，OK。承诺书，请他带回去给县长签，然后我们就是到这个月的21号来拿这样子。以我来嘉义到现在，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合，可以让嘉义姐妹与就是候选人上选人一起对话的。不过他本不正其是有点可惜，对。就今天整个活动下来，我是有得到一些回应，可是没有完全。可是我觉得办这一场活动，就是觉得很有意义。就是今天也不是为了我们只有新住民这一块，就为了台湾的下一代，台湾的自己。就我们觉得台湾跟十几年前来相比，真的差很多。就觉得是不是我们该去站出来关心我们的国家？可是我觉得说，你们也知道嘛，台湾人讲是一套做一套嘛，之后他们会不会做是很难说。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请他们签承诺书？对，为什么要请他们签？因为我们想了之后可以继续关心他们，到底说你欠了，你有没有责任去做，你答应了，你有没有去做？对，所以我们想说，姐妹可以之后一起努力来去关心这个嘉义县的政治人物这样子。今天他们不关心我们，好，换我们来关心他们。因为在现场，他们就讲我们不弱势，我们不弱，我们是很弱的。对，好，那你这样子认为，那我们就一起来，我们不弱，我们来关心你，对不对？